唱歌听得到吗？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？请问哪一个歌星会让我们唱这种歌？这都是咱们台湾的歌，还不是我们大陆歌。我的最强项是唱大陆歌，多好听的歌，多少歌星唱过，包括文章，包括姚明伟，不同的味道。歌星就是星，太阳就是太阳，月亮就是月亮，星星就是星星。今天我们要唱的这么大气，好，从头到尾唱一遍就可以上台演出了，好，我们就可以赚钱了，孟麒麟合唱团从此诞生了，哈哈哈哈，好不好玩？有见过随和的老师没有？跟着我，老师胆大，你们就跟着胆大，吹，吹破天，我帮你缝，对不对？我不给你个胆还得了？听到我们唱歌吧，气势磅礴，是不是道理？这就是我们中华，这就是我们的中华，几千年，上下五千年，美国才200年的历史，是不是道理？日本的文化不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吗？是不是？早就在听说过，秦始皇派了500童男、500童女，从烟台邛崃仙阁去找长生不老的药，一次就回不来了，他不敢，没有这个药，所以可能就在那生息繁衍的那个土地上。这就是我们传说，不管是真是假，确定有这个传说，是不是道理？所以不管韩国的文化还是日本的文化，怎么能和我们大中华比呢？是不是道理？那些哈日的哈韩的，请问学声乐可以到韩国去学吗？去到日本学吗？学声乐一定要到意大利，到德国，到他们发源地。学京剧一定要到北京学，你到美国学什么京剧？一句都不会哼，讲相声去给他们学吗？不可能的事。所以说来这儿就来对了，今天我们学的就是意大利皇家歌剧院教的美声唱法。什么叫美声？美妙的声音，美好的声音。试问唱歌不需要美好的声音吗？需要鬼哭狼嚎的声音吗？需要毛叫春的声音吗？好听吗？吓死人了。要字正腔圆，是不是？低音有胸腔共鸣，高音有咽腔，大家听学咽腔来。夏天池塘里青蛙在叫，很自然的声音，这就是原因。怎么练不知道，就听这个声音就对。刺激自然形成，不是？也不对，是。自己练，说话就靠这声音。上大了就这么大声音，基础的声音。咽音一定要有，没有咽音就没有中音。中音区是最漫长的，你看这首歌，高音就那么一句两句，低音的就那么一两句，漫长的中音十几个音，整个1/3的全是中音区，所以叫一定要练这个啊，等着脖子，记着，等着脖子就是音乐学院的，抬着头就是没娘的孩子，流浪汉，艺术的流浪汉，永远可以当街头艺人啊。我们赚的都是100的美金，你在听的都听响10块钱台币，咣咣咣咣响，听了一晚上的200多块，啊，不要那样子，要高贵，不要贫贱啊！来开始，你们今天唱上去了，我再告诉你，昨天我已经谜底，我用降 A 调，最高音是到 C， 高音 C 就是一个点的骚，你们可以唱到 G， 听得懂吗？骚，五子上面带点，不但到了高速公路了，我们还到了林口收费站。交了40块钱，自己走了，走上路了，走的是高速公路，已经进入到高声区了，听得懂吗？没有感到很吃力吧？老师重不重要？重要。娶错了老婆就生错了孩子，所以找了好的老师就走到了艺术圣殿，找了蹩脚的三脚猫就成天到医院去了，成天就打针吧，嗓子不舒服，慢性咽炎，声带壁不好，去拔吧，去割吧，割不完的，开不完的刀，吃不完的消炎药，知道吗？我跟一个好老师，练气，练声，练共鸣，听得吗？我坐在这儿有没有喝一口水？我用喇叭了没有？我出的汗还比你多，这就叫热情，这不是紧张，唱歌就是冲动，就像打了吗啡一样啊！瘾君子，哎呀，怎么样？
赵指导人拿下，我刚学了巧脚，还没试试看，就这样。疯子，台上是疯子，观众是傻子，就这样。我们要不疯，你们怎么傻？把你们骗来骗去的，是不是？就这样，台上就是疯子，底下就傻子。哎，好，哎呀，好。他拍手，就是，这就叫艺术家。说听得见吗？只要你放松，你能放松吗？你说我紧张吗？我一点不会紧张。可是我的不紧张是用30年的青春换来的不紧张。紧张是天敌。很多音乐学院的教授在教我们发声的时候，要上台，要一直提裤子，长裤变成短裤还在提，玩着玩一脚，哎呦，怎么样？紧张，紧张，还紧张。怎么解除紧张？就是进入到剧情中，进入到歌词中，进入到意境中，你就慢慢慢慢放松了。好，古月照京城一遍，下来教教偶然。我们是素食法啊。素食法，泡面，第一个。